Our big thing after getting a home court advantage, we told our guys this was to set the tone for game one. This year, we have different people, different voices, a little bit of a different lineup. Our approach was entirely different, and I think we have a lot of positive voices with our team.季后赛的第一站开球，跳球下来是由客队的梦想家来掌握到球权。阿敏假动作之后停在中距离这边助攻给苏世璇，台赛这是10比0的攻势。阿敏绕过掩护出来接球，底线的三分球，哈哈，我也想低调，但实力不允许啊。高这边找到有底线进来的林书伟，台赛新北国王的攻势相当的顺。微笑射手在底线这边成功发炮，国王队的三分线现在投不到对方不知道怎么守了哦。坎尼高跨不到篮底下的抛投，最后是戴维斯补进这两分，还留下大概10秒钟给梦想家。我觉得坎彦今天打到在板凳这边出发啊，也表现得很理想，最后退出来看三分球，哇，台赛上半场国王的外围手感是相当的顺哦。 杨敬敏面对钱克尼的防守，投进这两分，太轻松了，真的太轻松了。Mullins翻身的跳投难度很高，但是这是他习惯的动作。这就是 Mullins 最可怕的地方哦。对上曼尼高，球被拨掉，这是联盟的超截王啊。对，场均超过3次了，真的很夸张。相较起来，国王队打的这个全身选就比较有条理一些哈。 你在禁区里面有高个的拖车，然后在外围有射手在做等待。曼尼高，哇，秀家的二头肌。阿敏突破到篮底下，左手上篮得分，跑到这个位置接球，挡不住穆伦斯了。今年赛季，我觉得国王队在洋将挑选上面最成功的，当然第一步是留下了 Mullins。 国王队如果在得分能够破百的情况之下，胜率自然就很高哦。这边小敏成俊男得分开张，这个 long rebound 下来，最后在曼尼高的手上再喷一个三分。曼尼高今天喷了4颗的三分球，最后的比数103比84，主场的新北国王在季后赛的第一站以一个19分的差距拿下了开门红。 我觉得还是我们自己先把自己先准备好吧。对于我的团队非常有自信，打出我们国王的一些风格，我想胜利应该会离我们不远。 已经取得2胜0败的听牌优势。